刚刚我们何讲师跟大家慈悲说，我们的外表如果稍一不留神就显得凌乱，其实外相它有形可看，容易察觉，哪里不美哪里丑陋，可以随时透过自己透过别人我们可以做一个修正。但是我们内在心性的原明与否，是干净还是污秽，是美丽还是丑陋，往往别人是无法一窥即知，它就有赖我们长期在听经闻法，在圣贤义理的熏习之下，我们不断的回光返照去检点我们自己，才能够让心性日益光明。严格来讲，外表的美与丑它有一些天生的，它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一个去向。可是我们的内在如果不够干净，那即便我们在道场上我们挂了一个修办道的名相，挂了数十年，我们也真的觉得自己很努力在修行，但终究是没有摸着着根本，没有从心性上去着手，那么数十年的光阴它是马齿徒增，虚耗岁月而已。于你我而言，百年之后未必还能够往生一个极乐净土。所以我们今天研究这一部《了凡四训》，是透过这么一个简单易明的真人真事的故事，然后我们再一次的以这个人的一切的作为往里面你我去对号入座，期望在这样的一个学习之下，我们的心性能够再度的突破黑暗，能够绽放光明。我们来看《了凡四训》，我们先谈《了凡四训》的内容大概为何物。严格来讲，这是明朝一个袁了凡他在69岁那一年写给他的孩子两个儿子的一篇文章，里面分成了四个部分。所以《了凡四训》它的原本的前身就是一个家训啊，它是要透过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然后告诉他的两个儿子，而后不管他个人的命运如果是通达的，也要当作是在落寞的，如果是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要有任何怨天尤人之想，因为路是个靠自己走出来的。所以袁了凡先生是透过这四篇家训教导他的孩子立身处世要永远记得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千万不要被命运给束缚啊！只要我们勇于去积善去培德，我们都可以让自己原本不顺的境遇而做一个什么彻底的翻改。了凡四训是我们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篇具名的善书。注意，我们的善书很多，但是真正有作者具名的从了凡四训开始。那整个的文章的内容分为这四部分：立命之学、改过之法、积善之方，最后就是你要懂得持因保泰，那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谦德，也就是谦恭的美德，我们佛规里面讲的谦恭和蔼。因为我们这些本来这一篇的道学讲座是摆在道务中心的，就因为这么一个疫情，为了保护大家就移到我们戴德，移到戴德的时候，然后了凡四训是讲员班明年要去练讲的内容，所以中心有要求北区的讲员一定要入班，一定要入班。那当然有一些人有事情，但是有一些人我认为他是看清了这本书，我自己可以看，我就不需要再去听一遍了。这一本《了凡四训》在10多年前在中心后学就讲演过了，这一次我又反反复复看了很多次，于后学而言甚至于你们而言，看这么一段白话的记载它不是一个困难，那为什么还一定要要求讲员去入班？其实也无非就是这个，就是看你有没有一个谦逊之德，有没有觉得自己很饱满了，这个很简单了，我就不需要再学。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自己在面对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看我自己当下的心态，你起心动念为何物。假如于后学而言，
我在承担这份工作，然后我用一种轻蔑的态度去看这么简单的东西，把过去的讲稿资料拿出来照本宣科一遍就好了。如果我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跟各位前贤分享心得，那么谦德在我的身上就荡然无存了。可是反反复复，我还是不断的在修正，连大纲的前后我都要不断的去调整，怎么样让整个的 PowerPoint 看起来比较通顺，看起来比较有美感。各位学员们在讲台练讲要注意，你的 PowerPoint 投影出来的时候不是给你看的。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因为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强记啦，我就看着文稿照本宣科念了。我们所有投出来的资料是提供给在场的听众，当我们讲解的不够详细，或者有一些知乎者也的文言文，别人可以透过文字的一个记载就当下一目了然。所以即便它只是一个工具，你都不可以小看这个工具，你要时时去磨亮它，你要时时去让它显得更为的完善，去方便别人在阅读，方便别人在使用。我们先简介《了凡四训》这本书里面的大概的内容，实际的文章我们会在后面来探讨。接着我们来谈，它既然是具名的一本善书，那作者就是袁了凡先生。袁了凡本名叫做袁煌，字坤仪，号了凡，其实他原本的号叫做学海，后来听闻云谷禅师的一番的开示以后，他就把号学海给改掉了，然后什么就另外取了一个新的号叫做了凡。名这个东西呀，我们讲袁煌这个名字通常是父母可以叫，老师可以叫，连他的祖父母，连他的其他的亲戚，连他的同修道拜同窗好友都不可以直呼人家的名的。过去是对于称呼是有这样的尊重。我永远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我听到我母亲在讲述我的叔叔，也就是我父亲的弟弟，他说你怎么可以直接称呼你哥哥的名字。所以过去有他的规矩，这个规矩就建立起我们对人的一个尊重。我们现在把这个规矩给看清了，我们认为要活泼，要应试，要随着时代的潮流在进步，所以我们喜欢给人家取一个外号，然后我们对人家的称呼的时候漫不经心，在不知不觉里面那个敬德就消失了。爱人之德，敬人之德，是自信里面本来就具足了两种特质。所以一个人在修行的过程里面，如何彰显出他的内在切实有火候，也无非就是透过他个人的行住坐卧、言语动作，看出他对人有没有恭敬之心，对人有没有一个怜悯之心。所以我们不要轻忽了自己的言谈举止，而言谈举止也无非发自于我们的心念。所以修道人，你最终要如何依着圣人的毅力，好好看顾我们每一个对境所萌生的念头，那才是不断参班研究毅力的重点之所在。这个袁了凡先生生于明神宗嘉靖十二年，西元1533年，离我们还不到500年，算是蛮靠近我们的。我们读过历史都知道，明神宗在明朝末年是一个昏君啊，很多我们的电影戏剧演过他的那样的一个情况，他的宦官当政有没有，是民不聊生的。他卒于明神宗万历34年，享年74岁。那大概我们来谈了凡先生的一生的境遇。他在幼年丧父，因为书里面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些年，所以严格来看就是在15岁以前他的父亲就归空了。他的母亲劝他弃学学医啊，你不要再去走读书这条路了，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从政。在过去的时候，科举制度就是读书人唯一的晋升之阶，
所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嘛。那那么多人要应考，也未必个个都能够心想事成，所以他的母亲就有诸多的考量，希望袁了凡先生能够不要再继续进行他的科举功名的一个学习，而去转行做学医。几个原因，第一个，学医有一技之长在身，那么谋一个个人的安身立命的养生之道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这样的一个行业还可以悬壶济世，达到救人的什么一个义举啊。那更重要的是后面这一句话，学习一个技艺，如果你真的有所专精的时候，也可以扬名天下啊，然后可以满足他的父亲在生的时候对于袁了凡先生的诸多的一些的希望。所以你从这边就看出的，他的母亲让他学医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地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扬名立万啊。那袁了凡听了他母亲的话以后，就真的改变了他的什么，他自己对于未来人生的一个规划，他就弃学要去学医。是他在十五岁那一年，在慈云寺，他刚好碰到一位算命的先生，叫做孔先生。这个孔先生精于命相之学、算命之学，他一望即知了凡先生应该是仕宦中人。仕宦中人就是官场中人啊，从政的人物啊。那你既然要从政，从政以过去那种专制时代，你就只有透过读书参加科举，你才有可能鱼跃龙门嘛。那袁了凡就把自己之所以弃学学医的一个心态，就跟这个孔先生就讲，那母亲既然已经把我们未来人生规划好了，他也不能妄自改变，所以他又把孔先生请到他的家里，然后由孔先生亲自展现他命相之学的精微之处，就把袁了凡一生的这个所谓的生存的一个过程、功名利禄的呈现的一个时节因缘，全部都把它算出来。于是呢，了凡先生的母亲就听从了孔先生的建议，又让袁了凡先生又重新开始往科举那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你看，过去的人对于父母的意思是为什么？为母是尊的。虽然我们不敢说这样的观念一定是正确，但是它彰显出一个态度，那就是对于父母亲的一个尊重，不敢妄自尊大。所以我们除了在读了凡先生四篇的训文里面找到了培德积福改变命运之方，你也要从他生平的事迹里面看出这个人的品格，他本来就没有很大的问题的。换句话说，他是事母至孝的人呢。那从他参与到这个读书的这条路以后，那凡是遇到地方或是这个京城的一些的考试，他去参加的时候，他得的名次，乃至于后来做官得的俸禄，都如孔先生所算的一模一样，完全都没有任何更动。当然其中有一个地方有更动啦，到最后他本来以为孔先生是不准，可是最后又来了一个突然的变化，又完全符合了孔先生所说的那一个时节因缘，他才能够领到这样的一个薪水。所以到了那一刻的时候，有没有了凡先生就知道了，生性进退有命，持素有时啊。从那一刻起，他对一切的事情淡然无求。那一年他已经33岁了，他认为一切既然都是命中所定，我要有任何的动作也是无益于事嘛。这个就是他心灰意冷，我称他为心灰意冷，不是透过修行练的一个性如死灰，这两个境界是截然不一样的。他是认为我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啊，我不能改变
这个既定的一个现状。所以书里面就有记载，他到北京去任职一年之内，他终日静坐不阅文字，他不再读了，不再学了，反正已经都是命定的，我只要不败德，我就照既定的命去走，我何必还要再努力呢？努力也是无益无济于事啊。一直到哪一年，到他去35岁遇到了什么，遇到云谷禅师，他的观念做改变。那我们先透过了凡先生，他生性进退有命，都有他的时节因缘，虽然他还是落在一个凡夫，可是我们也透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转变，我们今天要回光返照。古德告诉我们，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为小人。这个君子就是尽德修业的人。那对你我而言，我们都走在尽德修业这条旅途上面，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里面，为什么我们的妄念去不掉？因为你还不认命。你不认命是因为你不知命，你真的还不对因缘果报四个字还了解得不够透彻，会妄以为我现在多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能够去改变我的未来的一个运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没有照着圣人所说的培德积福，你是无法跟动你命运的分毫的。所谓一饮一啄皆是前定嘛，每一个人生来都带着宿命，有宿命就在定数当中，你我都在定数里面。可是我们不是也说修道可以改变命运吗？那就是我们谈的定数之外还有变数。袁了凡深知进退有命的时候，他是只知道定数，不知道定数之外还有一个变数。这个变数就是透过后天的一个修养，我们既定的宿命是可以做修正的。我们当初一进入道场的时候，前辈者不是教我们吗？勤行三施啊，财布施得富贵，无畏施得健康，法布施得聪明。这三步的功夫对照后面了凡先生的积善之法，不是一模一样吗？不过就是把各种积善的那种内容归纳为三施而已啊。所以如果我们修行已经走了数十年了，我们觉得自己的命都没有大幅度的一个改变，甚至还有很多的遗憾跟无奈的时候，各位前贤，那就表示有问题了。不是说你没有做，是你都在枝末上去做文章，从来没有摸到根本。根本在哪里？根本在心。我们的心念如果掌握住，我们可以随缘行善去消冤解业。即便我们没有那个机会往外去行善的时候，我们独坐家中也不会因为意念的一个纷飞，最后意恶太重。我们都忽略掉这一点，因为不改变心，所以前功后过，竹篮打水一场空。今天做了一件善行，看似走在菩萨道上面，明天做了一句恶事，说了一句不好的话，会把前面所做的功完全抵消掉了，还不够赔的。这个就是命之所以不能大幅转变的真正原因之所在啊。所以庆幸了凡先生啊，毕竟人家是一个有修的有修养的人，所以到35岁那一年，他去栖霞山去拜访云谷禅师，那一年是1569年。把这些的时间点跟各位前贤剖出来，是让你能够掌控到袁了凡先生他在什么时候他的命运开始有了360度的一个转变。他跟云谷禅师两个人在禅房里面静坐，过去的修行是一定没有离开参禅打坐，但是人家参禅禅是心啊，人家打坐是练一个心不起妄念啊。那我们的参禅是什么？我们的参禅尽是妄念，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打坐，然后可不可以跟无形界的某一些这种无形的力量去接什么？接轨呀、啊？我会不会接通到一些讯息啊？所以末法众生参禅打坐，没有名师的指导，最后走到树流动静，跟轨道都接上什么？接上号了。一接上号以后有没有？你引轨入身了。所以这个在修习的学习的过程里面，没有净化心性，反而走偏了，引火焚身，最后做出了不可饶恕的大过。所以他三昼夜静坐了三天三夜，72小时。各位前贤，你能想象吗？我昨天在跟前贤们分享三宝心法，三昼夜，有时候我们收心收5分钟收不来，这三昼夜5分钟还不是说让你不要动念，5分钟叫你念一个5字真言不要间断，还很多人做不来。您不信我的话，你就自己试试看，连一句佛号让你连连持续5分钟中间不要间断，我们尚且在过程里面还会有一些杂念把那个佛号给打断，那你要连连72小时连一个妄念都不起来，这个了凡先生也不容易啊。所以人如果真的看破的时候，也有突如其来的什么一个所谓意外的收获。那云谷禅师就对他讲，凡人所以不得做圣者，只为妄念相继，妄心就会有妄念啊。那你做了三天三夜既然不起一念，我很好奇原因为何。透过这句话你也可以知道云谷禅师是得道的高僧，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坐在那边没有起妄念呢？那后学在学习这个三宝心法过程的时候，我有发觉到，假如我们的念不起，确实我们的心念会支配了我们的四肢百骸，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动妄念的时候，你的身体是不会有疲惫的感觉的。所以当一个人一动妄念，你就发觉他的身体会摇动，他坐不住了，他会觉得酸，会觉得痛，会觉得累。以我而言，我是认为我看的是外相来判断他有没有动妄念，可是云谷禅师应该是得到了高僧，所以当下即知袁了凡先生是没有动念的，他就很好奇啊。结果了凡先生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把了凡先生的修养打出原形，我不是大修行者，我不过就是一个典型的凡夫啊。他说生死荣辱皆有定数，有何可妄想。我为什么要打妄念？我再怎么样的想，我也没有办法心想事成啊。人所想的也无非就是受是福是禄，你看我们在1天24小时里面纠葛在我们这颗心里面的，无非都是个人的一个名闻利养，个人的一个所谓的身体健康与否，都是纠葛这些东西在里面。不能说我们没有去顾虑到我们自己的心性，我们也曾经有，但是那个时间是极为短暂的。那为什么极为短暂？答案就很简单嘛，你还是没有看破，你还是不会把心性摆在你的四大假合之体的前面，所以你谋求的还是外在色相上的一个东西。就包括各位前贤，你们在讲员班或者我们第五届的讲师班，我常常提一个观念，你要不断的去省思，不断的问你自己，你参加这个班的动机为何？如果你的动机只是为了要取得一个讲师的名相，这个动机也算良善，法布施嘛，希望能够把圣人的义理广为宣传，它没有不好。可是你要取得这个名相之前，你要不要问问自己，我有名实相符吗？我懂的东西真的正确无讹？我敢勇于在任何一个时间
跟任何一个人去分享我的心得，而我不用担心我有失言错误的一个表达吗？所以即便是为了求名相，你也需要去努力去学习，去增进自己的道学。那以我个人的想法是，我们如果用八年取得这个名相，我觉得很可惜啊。你为什么不在取得名相或者没有取得名相，你都可以透过八年的学习让自己有另外一份所谓长进，而这份长进与我们未来的百年生死大事有直接等号的关系呢？那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勤于在经典上去钻研，去了解圣人的义理，但是相对的，我懂多懂少，我都把所懂的义理放在我的身上，我去做一个自我行为的一个调整。如果你用八年的时间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自我要求，我可以跟你保证，你对于义理的了解你远远会大于别人，因为心性越明越能够触类旁通。千万不要忘记所有的圣教它从外面来，但是它的目的它的功能在于唤醒你本来阿赖耶里面本来自信所具足的一个妙智慧。所以我能够听闻义理，我又能够对号入座，改习性化秉性，无明灭，智慧就显。智慧一显，我在听闻义理学习的过程，你就会如虎添翼啊。所以知与行一定是倍数相乘的一个功夫啊。那如果只是一昧的想要在浩瀚的佛法当中去了解一些，然后想要去跟别人分享，却罔顾了心性的成长，我觉得八年太浪费了。尤其对我们已经年过一甲子的人而言，生命是很可贵的，因为有那么一天你会见不到第二天升起的一个太阳。那早早晚晚我们都要往这个一甲子的方向去迈进，而我们现在学习的态度，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攸关你将来年纪大以后你依然保持着如是的一个做法。这是透过了凡先生的这一段经文跟各位前贤分享一些学习的态度的心得。那了凡说先生说了他自己已经心灰意冷了，所以云谷禅师就讲，凡人因妄念相缠而不能成圣，一念一轮回，想东想西都是三界之内的事情，所以你就落在五行中为阴阳所转，阴阳就是气数啦，你被这个气数所转了，你一被气数转就有定数。但是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气数居他不得，第一个极善之人，第二个极恶之人。极善之人即便这一生命中注定穷困潦倒或者是短寿，都可以透过这一生道德的一个培养，最后他把他的命运做了一个改变。我们曾经读过一个乞丐，这个乞丐有没有因为过去生造恶，所以这一生乞丐，做了乞丐以后他有一个一般人所没有具备的一个优良的德性，就是他事母至孝，他去外面乞讨的东西最好的一定给自己的母亲食用，他的母亲是一个瞎子啊，如果要到一点点呢，他让他的母亲吃，他自己没吃都没关系。就因为他是这样子一个事母至孝，把人的性德里面的那个爱人之德、爱亲之德、近亲之德他发扬出来，所以老天就给他改命的一个机会了。我们读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吗？当他那一年要什么要被雷击死的时候，他刚好躲到庙里面啊，那个雷神有没有就不敢把那个电光打下来，因为把那个神像佛像给破坏了，那个叫出佛身血啊，所以雷电在那个庙上面闪来闪去有没有，始终不敢打下来。那这些所谓的幽冥界的人取人性命，他要有时节因缘的，
时间一过了，他就不能够穷追不舍，有没有？一定要把你打死为止。所以雷神电神退掉了，这个乞丐就安然无恙。从那次以后，他的命运就开始做了修转。所以真的讲赔这个积福，并不是要做多少显赫的功业，也无非就是发扬信德。信德里面最基础的那一块就是孝顺。那我们讲后天之孝你要孝，先天之孝你也不能忘嘛。所以既然作为一个修道人，我如果没有修办道的时候，我也愧对天恩师德的浩瀚。那极恶之人呢，如果带来的福报很大，也可以活到七十八十，但是在成长的过程谋一己之私无恶不为，他的寿命也会缩短。我们看过地狱游记有很多的例子，年轻人二十岁死掉了，到了阎王殿，阎王一看那个簿册，你这个人应该活到六十多的，但是你不学好，整天在街头逞勇斗狠，所以把你这一生带来的福都消掉了，你这一世又去作恶了，所以恶贯满盈就把命给消了，就一命呜呼哀哉了。从六十多岁最后就变成二十多岁出头就死了，这个叫做极善之人极恶之人定数居他不得。那为什么居不得？还不都是透过自己行为的造作吗？你做善是善，你作恶那就是把自己原本的福报都消耗掉了。他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感无不通。我们读过大圣起信论，佛陀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色法心法心所生，善法恶法心所生。我们想善的，我们说善的，我们做善的，我们想恶的，意恶言恶行就恶。然后这三恶都不改，太上感应篇说嘛，三年天必降灾啊。老子在书里面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真正谈培德，谈所谓的积善，它的根本就是从心去改。如果从心去改，至诚则感，感而感无不通嘛，就是我们复信了，我们这一颗良心本性是从天而来，我们把那些无名习性秉性给化了，让它能够重见光明，它又跟天的那个管道又相通了，那你当然有求必应呢。那如果不反攻内省而图向外之求，我不往里面去正本清源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我只是往外面与人广结善缘啊，今天捐一点钱啊，明天做两件好事啊，这个叫做图向外持求，那个最起码还种一些福报啊。那就怕有没有我们连好事也不做，我们做什么？求神问卜啊，改命啊，改名算命啊，改风水啊，这是最下下之策了。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啊，不能说你得不到，如果你命里本来有的你还是有，你命里本来无的你不从心去求，你终究是得不到，这个叫内外双失故无益啊。好，所以云谷禅师是透过这一段经文去鼓励了凡四训了凡先生不要像凡夫一样被命运给拨弄。其实老天都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有勇于改过再做新民的什么一个良机嘛。天有好生之德，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天对于一切有情众生都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啊，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把握。于是了凡先生在听了云谷禅师的这一番义理的讲述以后，他就发愿改过自新，用三年的时间改习性化秉性，然后呢往外广结善缘，三年就改变命运。我们早期在研读原 了凡四训的时候，被这三年给震撼住。从我在道场上跟前贤分享这本书到现在，他经过了不止三个三年，四个三年，
假如我们第一次听闻，我们就真的如实去做，各位浅显，我们的命运就不知道翻了几番了。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遗憾，还有那么多感慨？难道老天独厚袁了凡，对我不公平吗？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如理，没有如法，多半还是在外向上去做，忽略了一切法从心想生，没有从根本上去正本清源，去修正自己错误偏颇的思维跟行为。那了凡先生用3年的时间，照着云谷禅师的一个指导去做，所以他就改变命运，本来命中注定无子，活到53岁寿终正寝，官位做到县长，县长就是7品官，要把这个品位阶次分出来，前贤们才知道他的升迁有多快。他后来无子得子，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袁天启。那前面不是讲他有两个孩子吗？另外一个孩子是他的义子，小袁天启8岁。那了凡四训是对养子也好，生亲生子也好，都是了凡先生的孩子，所以他这篇家训就是对他这两个儿子所说的。他活到74岁，死后官位追赠到上保司少卿。上保司少卿是明朝专门负责管理皇帝玉玺，还有百官都有一个牌符嘛，一个所谓的衙门呐、啊，一个所谓的政治单位。品阶是从5品，从7品升到5品，各位浅显，越往上升越难呐、啊。你看他升得多快，当然他的孩子有没有后来都到广东那边去做了，也是做官了、啊，书上也有记载，我就不多说了。好，我们在读《了凡四训》的时候，你不要认为了凡先生是一个泛泛之辈。其实史书有记载，毕竟明朝离我们没有很久，所以很多的历史资料非常详尽。书上有记载，袁了凡先生自幼就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他好学博览，多才多艺，你看他涉猎的东西有多少。那其实也不是袁了凡，过去凡是参加科举的人，这些他都要懂的。你看文学、易学，易学就是研究易经，然后水利、兵法、医药、音律、命相学、风水学。我想命相学、风水学是跟着孔先生学的，因为孔先生说按照气数来讲，他的这一身好本领要传给袁了凡先生的，所以这两样东西应该是他跟着孔先生学的，他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的著作很多啊，也不是只有《了凡四训》这些东西而已。你看一个这么聪慧的人，他如果没有遵从云谷禅师的一个引导，他的命也就是这么平凡无奇啊。所有一般人很轻易拥有的东西他也未必有，譬如我们讲传宗接代，对不对？譬如我们讲能够高寿，这不是每一个人梦中去希冀拥有的吗？即便他这么聪明的一个人，他如果没有改变他自己的一些的思维，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他所有想要拥有的东西都是望尘莫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读了很多东西，哎，我们就一定心想事成，未必。所以透过这一段的《了凡四训》的叙述，是要跟各位前贤谈一个观念：我们人这一生的际遇，你的吉凶祸福，你的富贵贫贱，其实它发生都有一个时间点。你们一定要去注意时间点。我为什么这样说？有一些人会认为，哎呀，你讲这个修道可以改变命运，可是我在道场已经学习了这么久了，20年了，我的命都没有改，所以他就另外又改变了他的一个人生方向，又转到其他的宗门去修行。
结果去那个宗门修行不到半年，他的命改了，他就认为，哎呀，在你们道场修就一点没有好处啦，我就是到了那边，你看半年就改了，我白白耗了20年在一贯道里面，那就是他不懂了。你已经开始在改了，但是你没有十足的信心。可是你曾经做的善，上天不会因为你走出了我一贯道的道场，该你的东西我就不给你了。所以你走到其他宗门，这些福报还会跟着你。可是我们人没有慧眼，看不出一个事实的究竟，我们走偏了，就把当下所拥有的东西就归注于那个时节因缘所带给我的。我为什么讲这一段经文，讲这一段题外话？早期南港南投有一个县长叫做林元朗，林元朗的哥哥叫做林洋港，不是做过我们的什么司法院长啊什么的。那这个林元朗有一个机要秘书，他在民国70年还是71年就死掉了。他本来也是没有读书的人，后来靠着自学取得了同等高中学历，然后就步步在官场就高升，就升到了林元朗南投县长的机要秘书。他就是一贯道的弟子。各位前贤，70年在道场里走动不是容易的事情。他妈妈是坛主，只有这么一个独生子，先生早逝，他娶了一个老婆，这个老婆就认为这个一贯道啊，这个就是平铺无奇啊，我们就去别的宗门修。所以当别人去他家要烧香礼拜的时候，他都私底下把人家赶出去啊，你卖来，你来家不好啦。他做了这么一个缺德事，久而久之，有没有，本来家里面好像初一十五都有人来烧香，他妈妈不知道他孩子做这件事情，到后来略微知道消息的时候，有跟他儿子讲你不可以这样做，他儿子就有点收敛，可是他的媳妇很猖狂，所以我就干脆把他这个先生也带到其他宗门修。结果就如后学刚刚所讲，他的官位就一直在升啊，从一些很地方上的一些默默无闻的办事人员，就升到了机要秘书。他就认为他老婆说就是他的功劳，我带你转变修行的方向，所以好事就连连。到了那一年大年初二，他老婆是花莲人，他跟他老婆回娘家的时候，在横贯公路上，东西横贯公路嘛，就是我们现在要去花莲那个地方，就被大货车给撞死了，夫妻两个人当场命亡。那因为那个时候在那个时节因缘，很多祖先都还有三才，结果济公老师巧的就是在那一年初二的时候，他妈妈参与的道场有开法会，济公老师临坛，话讲不到一分钟就讲我有要事要办就离开了，经过几分钟老师又回来，直接走到他母亲的前面跟他母亲讲我已经尽力了。因为那个时候讯息没有发出来，以前也没有手机啊，是不是民国70年左右，结果到后来人家依着车上的行车执照来通知到他母亲，他母亲才知道我们老师的意思是什么。后来他是蒙他母亲的功德，本来是要转到化身道的，他跟他太太都要转到化身道。为什么？他毁坏了很多人的法身慧命，打消了人家修道的信心，是仰仗着他母亲的那个功德。有没有？早期社佛堂做坛主多辛苦啊，因为有官考嘛。即便他的儿子死了，他也只讲一句话，他咎由自取，也没有任何怨言，自己的独生子死掉了。所以凭借着他母亲这么强烈的道心，所以老师就下了阴曹地府，就跟阎王讲谈，就把他这个儿子又带回来人间，百日法会结缘，由他自己亲自吐露他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死后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沾他母亲的光，允许他再去投胎转世，转到一个修道人家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不清楚，就在我们这么对道一个坚定心念之下，我们确实有一些德性在慢慢在什么在彰显，我们老天也在伺机而动，在改变我们的命。因为是慢慢在转，所以我们浑然不自觉，我们有妄念，我们的道心不够坚定，别人说三道四，我们就毁弃了自己修行的一个法门，我们自己的立足点就站不稳。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我敢说出来，就是因为他最后在百日结缘的时候，他跟他母亲讲他做的一个错事，然后他跟他母亲说，请把我的一切作为印出善书，而且把我的名字，把我在职场上的官职都讲出来，要取信于人，别人都希望家丑不外扬嘛。他说这是他唯一可以将功折罪的机会。那最后济公老师还问他母亲，你要不要知道你的孩子要转生到哪个地方，他母亲说不要，母子情缘到此就尽了。各位前贤，你认为过去的老菩萨义理懂得不多吗？你就认为他是愚夫愚妇吗？就这么一个小典故，你就看出了真正大修行者不是在于能言善道，在于他的道念的一个坚定。所以他在遇到一些一般人都很难舍的事情，即便这个事情如果不幸遇到我的身上，我可能都有好奇之心，对不对？还想要知道自己孩子的去处，他浑然不想，这一生母子情缘到此结束了，能为他做的就是这些。所以我们对道要有信心啊，时节因缘，各位请想，安心去修，安心改自己，把外面可以济人的事情我们多做一些，你的命运就在不知不觉就调整过来。所有的好如果你用不完，它就会留给你的后下一代。啊，如果你不朝这个方法呢，不朝这个方向去运作呢，那也就是内外双失啊，终究是你无法跟动你自己，也无法变动任何一个你所爱的人的未来，你没有那个权柄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妄想心，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因缘果报不清楚，就是我们的道心不够坚强。所以你说的再多，终是没有办法掩盖住自己的那种得失心啊，在不知不觉里面就透过四肢百骸流露于外。所以我们妄念之多就在于这里，我们心不得清净，就是因为你还不甘于，你不认命。所以尽管了凡先生是心灰意冷，再无所求了，他也远比我们今天修为要好一点啊，因为人家真的能够看破，能够放下。那再讲了凡先生的记忆，我顺便举一个于静义玉造神记，他跟袁了凡是同一个时期，都是明朝嘉靖时间的人。他原名叫做于都，18岁中秀才，他主文昌社，主文昌社就是奉行文昌帝君的殷志文啊，作为文昌帝君的信徒，他跟我们一样哦，他是一开始就是一个修行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前面的。袁了凡不是，袁了凡是透过一个境遇被算定，遇到云谷禅师，最后让自己的生命发光发热。于静义是一开始他就是挂一个修道人的名，可是你看他修到后面修出一个什么样子来，他生了5个儿子4个女儿，他越修家运越衰败，3个女儿4个儿子病死了，早夭了，留下一个儿子很正常的，8岁的时候突然失踪不见了，最后就留一个女儿在他家里面。他可怜到家徒四壁啊，本来家里面还有佣人，到后来经济情况之衰败，连隔夜粮都没有。他的老婆看到自己家运如是，
又想到自己的儿女的过世，那个一个失踪的儿子心里面难过，哭到眼睛都瞎了。那这个余敬义呢，他认为我都没错啊，你看我是做文昌帝君的信徒啊，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去做，然后老天无眼啊，有这么多不幸的事加在我的身上，就是老天不公平不保佑我嘛。他对于上天有很多的怨恨，所以他每一年到年底的时候，他会写一个文告焚表给玉皇大帝，告什么？告冤状啊，提醒玉皇大帝你没有关照我啊。我们不是有一些人也会这样子吗？我尽心尽意在办啊，那为什么我的命都没有修改啊？那心里面多多少少也有怨言啊。你叫他反省自己，我有犯什么错呢？给你一句话，就是我有犯什么错。后来到47岁的时候，他因为供奉赵君很虔诚，即便家徒四壁了，他还用三碗水去供奉赵君，所以赵君就化身来点醒他，告诉他你最大的过在哪里，意恶太重。为什么要点这个地方？因为了凡先生他的意恶没有这么严重，可是余敬义意恶太重，所以意恶太重的时候专务虚名。我们做的所有的善目的在于哪里？为善不欲人知嘛，总是希望敲锣打鼓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个都叫做专务虚名，略做一点点好事就趾高气扬，觉得好像自己功德无量。那毕竟他还有善根啊，所以赵王爷化身来点醒他，他也是可造之才，讲两句他就发愿改过。从那一天开始，他自号敬义道人。他过去主文昌社做什么？都做虚名，外面演给人家看的啦，时间到要去什么，要去做志工啊，要去扫路啊就去扫路啊，要去剪字纸啊就去剪字纸啊。但是在家里有没有，他对待佣人那个态度是很恶劣的，这个叫意恶太重。在外面要爱惜字纸，在家里面有没有，字纸就随便浪费去玷污它。所以意念不干净，做了很多的东西都是名相上的东西，他以为人不知，猪不知有没有，别人不知道没关系，老天他不可能不知道，老天一知道这笔账就要算了。他发愿改过，历经3年哦，各位前线入国子监，国子监就是教育机构最高学府的一个行政机构，他掌管所有国内的教育的一个体系啊。然后无意当中又找回了他8岁的时候那个失踪的那个儿子，找回来，原来他是在游戏的过程里面躲到官船上面，结果官船开到京城去了，小孩子又不能阐述我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上的船，因为8岁嘛，所以就被当地的就被那个官船上的人就把他收为义子了，抚养了。他后来他的老婆眼睛复明，然后他自己本身享高寿88岁，因为在赵王爷给余敬义点醒的时候曾讲一句话，他说你自省无过，觉得是老天对你不公平，你年年上书告御状，他说我恐怕你现在还不是最悲惨的境遇，都已经家破人亡了，家徒四壁了，还不是最悲惨，最悲惨就是你大祸临头快要死了。那一年他几岁？47岁，后来人家活到88岁，各位前贤也是3年，用这个来印证啊，这些都是有凭有据的历史人物啊。接着我们来探讨，到底这个命从哪里来？到底这个命有没有？其实我们走道场，到现在为止，我们都相信有命啊。如果不相信有命，你坐在这里要做什么？那么我们相信有命，我们有没有试图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人在一出生的那一刹那，其实就具备了老天所赋予我们的命，
还有什么？你这一生里面好好坏坏了一个所谓的生活的一个过程，那个叫做运，那个命叫做宿命，那个运叫做运势。所以你们不是有的时候会去算算命吗？你们算命流年流月流日，十年一个大月大运啊，然后一年一个小运，然后又流月流日，严重一点还有流时嘞，每一个时间都要改变你的方向。过去我们台湾发生过一个很严重的经济罪犯，他就是运用一些的密宗的方法去做一些改运，最后博得那个万贯家财，但是也造成社会上的一个动乱，最后他身败名裂，就关到监牢里面去了。这个都是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了。好，所以我们与生俱来就具备一个宿命，然后这个运势这一生的高低起伏都是从宿命里面衍生出来的。所以有人去看紫微斗数啊，有人去改名字啊，看你命里缺水缺木啊。所以过去看大家的名字就知道你大概欠什么东西啊，你火太多就是出生的八字欠火啊，然后加一大堆水有没有，就是心中欠水啊，过去就会这样做。我请问你，名字是后天的一个符号，改了你的名字，加了几个笔画，改变它的形状，你的命就改变了，那玉皇大帝由你做了，对不对？你能够，即便你像孔先生能够算得出来，你也未必能跟动他半分，不是未必，你绝对不能跟动他半分。所以你要改运的方式，改命的方式，还是要回归到圣人之道啊。那我们曾经读过梁启超先生，他有一篇文章讲，他说啊，从生到死是一个循环。我们在母亲十月怀胎，呱呱坠地，然后留在人世间，活了70年、80年、90年，这一段的过程里面，所有我们的思想加上我们的行为，它就形成了所谓的业力。到我们一口气不来盖棺论定，这个业力就被我们带到未来生了。所以业力形成宿命，有了宿命就被命转。所以五伦关系里面，你为什么嫁这个人，为什么娶他，你为什么走上这一行，你为什么遇到这个 A 遇到那个 B， 你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遇到什么人，关系的好与坏，都是你命里的定数。简单来讲，这一生对你特别投缘的贵人，是你过生过去生与他有恩的人；这一生你觉得自己处处行不得，小人很多，那是你过去生有没有造的恶太多了，你处处与人为恶，所以你这一生就行不得。国外有一些地方华人地区，每年到了年底，哎呀，要改变命运，要打小人，把你讨厌人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面，然后剁他、剪他、锤他，把他弄死掉，这样子你就能够改变命运。其实这样子会不会犯的意恶太重？本来是要改变命运，结果雪上加霜啊！你觉得你命里哪一个人处处跟你作对，那是过去生你有意无意在身口意三方面你伤到对方，现在冤家路窄来讨报了。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嘛，结是自己打上去的，你要亲自把它解开。所以笑脸迎人就是没错了，如果你不肯呢，还要依然我行我素，那雪上加霜就是永远你们两个人在生生世世的轮转里面，它是一个死对头，而且仇就越结越深。所以我遇到我的邻居、我的朋友跟我讲跟某某人如何如何不对盘的时候，我说那你天不要天天想着他，你天天想着他，来生他就靠近你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走修行最大的好处就是透过义理的明白，我们了解如何改变自己的惯性，那个不好的行为透过身口意所散发出来的，要怎么样慢慢一点一滴的把它给去化掉，那个是习性，习性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吃喝嫖赌，那更严重就是秉性啊，你习性去掉了，
你秉性呢，就是我们脾气，脾气就是我们对于人事物的很独特的一个主观意识。我们对一些某些人事物有自己特殊的坚固执着的想法，我们很难改变的，那个叫做秉性。秉性越大，脾气就越不好。那遇到外境跟我们的秉性相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无名怒火三千丈了。所以习性秉性如果不改变，思想加上行为形成业力，你生生世世，你在不断的轮回转世里面，小而有幸做人道，那这个命也不会很好。如果不幸跑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受的刑罚、做的鬼、做的畜生，都被这个习性秉性给拘束。我们读过《楞严经》就知道，每一种动物的形体跟它的习性、跟它的秉性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你看那个狗，狗道的众生，有的人喜欢抱在怀里面，有些人就把它丢在半路上面，都跟你累世的习性秉性有关啊。所以梁启超先生这一段话，其实就点明了佛门所说的轮回。因为有轮回，就代表宿命是存在的。我们承认轮回，我们承认宿命，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命里面充满了欢乐的惊喜，而不要太多的意外带来的惊愕惊恐。那你就要想办法在自己有生之年，尽我全副的力量，把我的习性秉性给它去化掉。这是我引用我们近代的国学大师的话，跟各位前贤来印证圣人所说千真万确的。另外在西方世界有一本书叫做《前世今生》，这本书是白话文，写书的人是一个医生，没有任何宗教的信仰。这是十一二十年前后学看这本书，他曾经蝉联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好几年第一名。我在读这些书，他是用英文翻译出来，我都感觉他写的很多东西其实就跟佛门里面讲的是一样的。他说相同的一群人会在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带着旧有的习惯，以不同的角色再度相遇在一起。道家的关圣帝君大解冤经就有讲，你过去生强势，你欺负人，这一生你再来人世间，你的角色就是软弱，要被人家欺负。那那个曾经被你欺负的人，这一生他就会比较强势。所以你看我们的境遇是不是自己安排的？他说一直到他们彼此之中能够圆满的充当好自己的角色，在五伦关系里面把我们的性德发扬于外，把自己角色分内的工作老老实实把它行诸于外，你才能够由这出戏里面跳脱而出。所以你觉得孩子不够好，下一辈子要生个更好的孩子，那你现在要恪尽父母的责任。如果你觉得你的配偶不够好，下次眼睛我要睁亮一点，我选一个更好的人做我的配偶，那你现在要善于解决，善于对待对方，要不然你未来生相遇您还会犯一个盲点，那就叫做进来进去进一个不灵应。谈话不是这样讲吗？你冤家路窄嘛。所以每一世的优点缺点都会完完全全的保存下来，直到所有的缺点得到完美的进化为止，你才能够从这人群里面，这一群人里面往上升。他说你升到哪里去？升到天界去，做生命更高的一个进化。因为这一个人，这个美国人，他并没有佛学的基础，所以我们只能透过他的这样一个阐述来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那所有他要阐述的东西是四度空间有人传达给他的。所以你不论从一些国外的书籍的记载，或者我们读的各教经典，各位前贤，你得到了什么证实？证明了宿命它的一个存在。
也证明了我们人生中所有经历的一切的人事物，各位亲信，都不是巧合，也没有意外，都是在过去生的时候你早就事先做好了安排，你也做好了选择了。可不可怕？你觉得这一生自己生活有诸多的不圆满，是过去生你选择出来的结果，那你这一生承受，如果你不改变呢，你未来生只会比现在更糟糕。因为在前世今生里面，他还有一句话，他说可惜的是多半人都是往下沉沦。为什么？因为他带着过去生的习性跟秉性，然后再来一个新的人生的时候，他又强化了他的习性秉性，所以就每况愈下，日渐沉沦，能够真正升华的人反而不多了。这不就是我们曾经在训文里面先佛讲的，求道如牛毛，成道如牛角，先佛的感慨不也如是吗？所以过去生已经做了，我们现在生做一个调整，不要让自己未来再面对相同的一个困境啊。所以事先你做了选择，事后你就经历你所做的选择，你没有办法去怨人。所以当我们的眼光太过于短浅，只顾着你什么满足我眼前所要得到一些利益，我无视于这份满足之后也要承受多大的一个代价，也就是为谋一己之私，完全无顾于别人的一个所谓的好坏得失的时候，目中无人了，那其实这个人他的苦难才要刚刚开始。所以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每一个配合着心念所下的决策，各位浅显，它攸关你的未来人生铺成的是苦难还是幸福。因为人生是个回力棒，你放入到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最后还是从你的人生里面回来，点滴都不会漏失掉的。那接下来就要跟各位谈《了凡四训》这本书所带来的启示。在你们的课题七题里面有一题是谈这个，那你们就谈这么一小段经文吗？你们一定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再把它补充一些资料，让它显得比较圆满。其实读《了凡四训》它很简单，就是很单刀直入告诉我们，人因为自己的无知，在过去生造作了一些行为伤害到别人，或者做了一些有益人的事情造福于人，他就形成他这一生他的命运的富贵跟贫贱啊。老天是按照我们过去生所做，然后编排我们这一生的命运，所以好好坏坏是咎由自取的。那老天按照我们的命运编排在我们身上，天作孽犹可为，既定的命运已经来到了。什么叫可为？就是我透过这一生我明白以后，我彻底放下屠刀，我就可以改变未来啊！你可以重新迎向你自己的一个光明的未来。整本《了凡四训》谈的就是这个。可是你们在阐述的过程里面，一定要知道何为本，何为末，何为轻，何为重啊！不要一再强调他的改变命运，你应该要强调他之所以能够改变命运，在于他什么？他培德，他积善呐、啊。所以本是行善积德啊，你只要行善积德，即便你没有刻意要去改变自己的命运，老天也不会亏待我们，你命运也会在不知不觉里面就迎向什么？迎向美好的一面呢、啊。其实这些义理，过去我们在研究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的时候，佛陀跟阿难的对话也谈过了，谈过为什么有些修道人不能改变命运，有一些人能够，那就是在于他听闻圣人义理之后，他有没有如实去做，如实去行，真的去做了，老天绝对不辜负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去做，大道无情，唯德是福，老天也不会因为你天天拜他、念他、想他、忆他，他就对你有一个额外的偏私之情，都没有。那剩下的我们就在下一堂课再跟各位浅显分享。